颤。你来来来，我看你怎么用手数的。你看你看，你自己看这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哎哎，你干啥你啊？哎，干啥你？听我的习惯，不许打架，不许打架，干嘛吗？不，是他，他先踢我的馆，踢坏了俩，我踢他不是故意的。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也不是故意的。你第一个不是故意的行，第二个也不是故意的啊。我看着呢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说吧，你干嘛踢人西瓜？你腿欠呢，你还是脚痒？推你也该。还有你，不，你没说你呢啊？他踢你西瓜，你就推人家啊？使那么大劲儿，万一摔坏了怎么办啊？对，对不起。你冲我是说什么对不起啊？你推的是他，你冲他说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你摔坏了。他跟他说什么对不起啊？你不用对不起啊，是他先招惹的你。你这个小伙子，不是我说你啊。你看把人家瓜踢成什么样子了，那该你道歉的。哎呦，我说啊，真是的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给大家添麻烦了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是，对不起啊，我看您里边还有几个。哎，别太过分。我去。老伯，真对不起啊，那个我男朋友他今天跟我吵架了，他情绪不太好。他情绪不好，他拿着西瓜撒气呀、啊！你看这西瓜踹成什么样了都！这么好的瓜，真是糟蹋了，真可惜。要不您看这样行吗？我把瓜赔给您。我这瓜不是卖的，我背着它跑了这么远的路，是给俺儿子吃的。老伯，您是马小龙的父亲吗？嗯，你是啊。我也是满堂找房的，我是他同事。真是您啊，他给我看过您照片来着。真的？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来，啊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。你看，刚才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推他。您别道歉了，确实是他的问题。您快坐吧。好好好。呀，还碰着熟人了，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，有点意思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其实也是好几年都没有见小龙了。好在啊，他跟亲戚有个朋友圈，朋友跟我说，他这两天发了个感想，说是想吃我种的西瓜，他又回不来。我就想着，我把西瓜给他送过来，主要是想见见他。两个大活人见面这么难吗？你不知道，都是我的错，就是见不着。老伯，小龙也想见您，真的。小龙总跟我们说，说他爸爸种的瓜最甜了，还说过年想要回去看您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非常感谢你们对小龙工作上的照顾。小龙从小就是啊，他长大以后啊，想干一个穿西服的工作。他现在工作也有了，还有这么好的同事，真的是我这是祖上积德了。哎呀，既然你跟小龙是同事，那我就请你吃西瓜吧。反正小龙拿到西瓜也是要和同事分享的。哈哈，哎呀。哇，这太大了！虽然这个西瓜破了，但是这个瓤是干净的。啊，谢谢啊！哎，这个同志，啊，我有啊！哎呦呦呦！哎，那等会儿我录一个视频啊！那太谢谢了啊！这个是俺大西北沙地西瓜，甜的很，你们地方吃不到。哎呀，我也来一块。一人一块，谢谢。真甜。嗯啊，怪不得小龙总念叨呢。嗯，姑娘，你哪一站下车？我给你挑一个带上，好不好啊？不用不用，您别挑了，这地上都怪浪费的。好好好，那咱把它先吃完，好吧？太甜了，太甜了，真好吃。